台长好。你好。哎，1958属狗。1958年，男的是吧？哎。好，说吧，想看什么？身体灵性业障。腿呀、啊，有一条腿，现在很不好，当心啊，关节经常发软，两条腿啊，站了久了，这个腰啊，跟这个腿这个地方啊，就不是就是不好，就有点发软了，站不动，明白吗？还有鼻炎，鼻子不好，对不对啊？还好。还好，那我跟你讲，你就给我当心点了。经常鼻子呼噜呼噜的，经常塞住，明白吗？哦，知道。有没有啦？还有，要记住啊，你这个先生肝要当心，晚年你的肝不好。哦，明白吗？你现在的特征就是经常早上浑身无力，爬不起来。明白了吗？我从图腾上看，你的头发是有点花白的，但是现在看你头发这么白的，啊，这么黑，你是不是染过的？没有。没有啊？没有。那你，我看到你的将来了。将来你可能还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肾脏，腰子不好。腰和肾脏不好，还有你最严重的是眼睛不好，你有一个眼睛要动手术的。哦，哪一个？我看看啊，左面那个。是什么病吗？白内障。哦，看东西模糊，而且还会有飞蚊症，就是有正常眼睛好像有东西在飞来飞去。好，你特别当心一点吧。好，谢谢老人家。你记住，还有年轻的时候你很聪明，我想你至少是一个科学家或者是一个比较有才华的人，但是你这个人就是怀才不遇，跟前面那个人一样。还好。还好，他说那你是知足常乐，很开心了，因为你看看你啊，你这个人呢、啊，实际上呢，对太太还是挺好的，对太太啊，挺好的。把太太闹了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怕老婆呀，好听点的讲叫对太太好啊，其实就是怕老婆呀。还有少吃点肉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好，好吗？你要记住了，你主要的还是要当心你的左腿会有问题。左腿是生病是不是？啊，就是关节，左腿会不好。你现在早上起来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手有点发麻？没有。哎，没有，你特别当心，你有可能会中风，小中风。哦，台长跟你讲的话，我全部你们可以记下来，全部有录音录像的。到了时候你要是中风了，你就相信台长了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。还多久？你跟我记住左面。哎，左面。还会多久？哦，还多久？我要先预防啊。那你现在能不能少吃点肉了？哦，你要是念经的话就可以改变了嘛。我看看啊，你属什么？几几年的？狗。58。就是到了59岁。哦，好吧。好，一个官。嗯，你一定要当心。哦，你可能还有3年时间，你慢慢你会听到台长的话，你会觉得手会发麻。如果你手发麻了，我劝你吃全素算了。左手是不是？左手。哦，你的左手会发麻，而且有时候左脚会发麻。哦，你如果你发现左面越来越发麻了，你一定要当心中风了。你相信台长？好吧。好，谢谢。嗯，我帮人家都是提早看出来的，太准了。好，谢谢。好吧。好，谢谢。好。
谢谢台长。